老板你好，请老板给我介绍一下。今年呢，我叫翁俊树，我今年27岁，我身高的1.8米，我70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的2岁。我以前呢在澳门上班过的7年，我在宅神酒店的工作的4年多，我做水吧，中酒中水，然后我转过去的骏景，我做服务员2年多，然后我妈妈在越南的，她生病。回去我照顾他的1年，现在我很喜欢来澳门的上班，请老板帮帮忙给我来澳门。如果在公司的有很多的工作很忙，我可以加班1天的4-5个小时都没问题，都谢谢老板。